亲像一蕊花，开的时阵这呢美丽，经过风风雨雨的转变，闻着阵阵的花香味，爱情总是予人痴迷。心肝底一杯，一句甜蜜的恋爱话，咸酸苦涩拢无怨嗟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淡薄开腔，因为我知影，咱真正无同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对你的思念，掺着淡薄感慨。爱情是幸福的所在，爱情是幸福的所在。这是一个真深情的录音机啦，人算不如天算。我在想哦，苏林早就知影讲有一天你会对伊动手，所以准备这录音机，把发生的一切录起来，日后才有人会当替伊伸冤。你要听看卖无？若是无听到吼，真正唔敢相信，你是一个这么无人性的精神啦！来啦，给你听看卖啦！好啊，电话好啊。我要甲阿姨讲话。不用的啦，我不用接电话给你。好。既然你知影，你就卖了啊，就容易变好啊。你讲啥？你即马什么状况？你搞不我清楚啦！阿姨，要好你哦、喔。阿姨救我！你搞我较客气，规日救我啦。哼，我都唔相信你的物件，明知甲何文雄听到一段录音。你安怎？你叫是我斗袂赢你哦、喔。你白只鸡妹哦，比你白话问搁较济啦。我看你也是乖乖听我的话啦。我叫你做啥就做啥。哈哈哈！哎，刘立伟，你想了有够天真的，你想讲安尼就会当控制我？免笑想啦，早就伫个你要销毁你破坏李明贤的建股进程哦，我就伫个迄堆批内底啊，抽走几封。啊对了，到时阵不管是你的天籁看到，还是你的如月看到。唔知伊看了后有啥物款的感觉吼？想要得到伊哦，哼，后世人啦！你即摆是在胡白乱讲啥？哎，你拄只家己讲的啊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哼，哎，你放心，你对我的栽培，这份情我一定会记。只不过咱即摆互相手头。咱有掌握着对对方不利的证据，要不过真简单，只要咱卖去打着互相的地雷哦，一定平安无代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这个人的个性很硬，一向是有啥咪我就讲啥咪。我这摆来找你的目的只有一个。就是要问你，现在要提资金帮助磐石？你想哪要安尼问？无对，我是无立场来问这个问题。自从你老爸来帮助磐石了啊，陈志坚伊就计划甲维纳斯集团合作。那是安尼，罗氏甲明治的度假村计划，就会去受到影响。唔知影我这款的要求敢唔是过分？也唔过我有我的理由。
我希望你能停止帮助磐石，干咪？我想你应该知影，商场如战场，每一间公司伫进行投资之前，拢会经过详细评估。我知影我的要求是有较为难你，也毋过同阿你讲的，商场如战场，所以就要搁较慎重来选择合作的对象。假使你来当了解陈志坚的做人，无的确，你得重新考虑啊。刘立伟，这是公开场所，请你放较尊重的好不好？哈哈哈！本来我一向对你是真尊重啦，但是我尊重你，结果我得到什么？接到你的电话，我感觉真意外啦。代志要到这个地步啊，我对你的威胁，你根本就无看在眼内嘛。条哥会跟我作对，搬去博山遐，我实在是想袂晓。你还有什么话要找阿公？现在既然我来到你的面头前了，你有什么话找你讲吗？我先讲要去找你。安尼真好啊。你甲讲，我挺好意的。你会使闪开博山，唔通甲伊正面起冲突无？你的意思是要叫我这个做阿叔的人来做一个牛仔囝？你袂感觉这个要求伤过超过吼？歹势，我做袂到。立伟，当作我求你好无？你放博山耍，嘛放你家己耍。伊博山即摆会失利，你安尼做对你拢无好处呢。你两个安尼。只是两败俱伤，可是你若伤害博山，我嘛无可能会原谅你。那安尼我嘛无法度啦。你无要接受我的爱，你要选择来怨恨我一世人，我无意见啦。你何咪可爱安尼咧？你到底是要爱安怎，才会当放博山耍？那会话，跟我做伙好唔好？你知影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先怎无可能啦？明显已经失踪这么多年啦，你现在袂当甲放袂记，来接受我诚心诚意的爱。立伟，拜托你唔通安尼。接受我的感情，感情真这么困难哟。你敢唔知影讲，我这世人所做的一切，拢是为着要甲你做伙。只要你点一个头，我甚至是会当甲我规个性命拢交乎你。搁续落来，我刘立伟是要做好还是做歹，拢是你咧决定。我搁甲你讲一遍，我甚至是会当甲我规个性命拢交乎你，你是我性命的主人啦。不是，我不是你性命中的主人，我袂当，我嘛担袂起。只有你家己才会当掌握你家己的性命，嘛只有你家己才会当成为你性命中的主人。如月，立伟，你较清醒的啦。刚刚你人生内面所有成就，甲所有打拼，拢是因为我是无？不是，那是因为你家己，是你家己打拼，让你的成功，嘛，让你家己打拼，让你走向人生的上高点，这不是因为我。但是你是我想要成功唯一的理由呢。我成功的时阵，若是你袂当伫我身躯边，安尼成功就无意义啊啦。但是，伫个你生命中的一点一滴回忆，并无我啊。你嘛详细想看卖。你讲成一条大生理，你欢喜的时阵，你抱着拄出世的囡仔，你享受着做老爸欢喜的时阵，当你失去你的囝，失去你的妈妈，痛苦的时阵，在你一挂上界重要人生回忆内面，敢有我？你讲你介意我，那只是你家己想的尔。实际上，陪你走过人生这么啊多历练的，并不是我。那是必分的。你讲你介意我，也毋过伫人生的老年，会当甲你共同来享受着这个回忆，会当甲你牵手讲以前安怎安怎的人，那绝对毋是我。
对我来讲，嘛是同款。会当甲我拥有同款回忆的人，嘛毋是你。你以为我知影你对我真好，但是有一挂代志是袂当勉强的。我一世人除了明星，我是无迄个可能，搁去爱着别人。那是明星永远袂搁再回来啊嘞！就算讲伊已经无伫这世间，犹搁伫我心内，无另外一个人会当代替伊的。伊永远拢活伫我的回忆内面。李伟，将一切拢放下。我无希望任何人搁去受到伤害。就算我会当放下一切，我做过这么多伤害你的代志，你敢袂对我客气？你的我的性命嘞，已经无时间通去恨。如意，我袂当要求你，但是。假使你若愿意，请你予你家己还佮佛山淡薄空间，佛山一边，我会想办法去甲考考。别再假，一定是你早已跟明子讲，对无？是不是你将我甲苏丽的代志拢跟明子讲？要若无，伊哪会将赞助我的银行内底户头拢冻结起来？户头拢冻结啦？对啊，你做得真好，实在有够。反正我即摆摕无钱啊啦，过去大家拆破面啊，我嘛不需要过劳力啊。少年人先莫这么冲动啦。好啊，我平大跟你讲，为着为今日开始啊，我不准你踏入磐石建设的一脚。还有，那个厝你也免回，我会将锁头换掉。做人爱知影先给家己留一个退路啦，袂讲到遐尼绝，对家己并无好处啦。李立伟，你是因为你已经失败啊。所以你才后悔当初无甲家己留退路，也毋过我也无共款。我美好的前程就伫眼前，我向头前冲都袂赴啊！退路，我无需要。陈志坚，有一天你失败伫涂骹咧爬的时，爱会记得我一个做客爸甲你讲。好啊好啊，你走啦，以后莫过来找我啦。真生。刘叔，陈志坚，想袂到你会讲出这么过分的话。原来你伫我面头前这么谦虚有礼貌，拢是假的出来的。明子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安尼啊，是阮爸伊哦。我无要听，你莫阁讲，我袂阁受你的利用啊。明子，你哪安尼讲？我要来利用你了，你想对倒去啦？陈先生。我想明子即摆应该对你有无同款的熟悉，也够评估啊。你是毋是伫利用伊？伊家己用判断。周先生，
你什么时阵跟明子小姐这么熟？谁敢会当插手管我跟明子小姐的代志？我无插手，我只是给伊宝贵意见。是啊，若不是嘉文提醒我，要我加较注意你的人品，反正我阁继续和你虚伪外表骗甲玲珑色。明子，你哪会去相信一个拄仔熟识无久的人啦？伊是万度，咱两个当斗阵，所以才讲这款代志来欺骗你啊！啊，志杰，我感觉你亲像当年同款，至少迄个时阵的你比今麦阁较实在。今麦一切拢过去了，就当作这一切是一场误会。明子，陈先生，我最后阁甲你考劝一摆。假使你若要继续为着达到目的，阁来不择手段，你到最后可能连一个朋友拢无。你家好好想看，佮你甚物地带啊？你敢点伊啊？好啊，嘉文，咱来走，唔免甲即款人提讲。明子，稍等一下啦。假使讲我若有甚物缺点，你甲我讲，我一定谅解，好不好？再给一摆机会。好，就算讲你无要看我的面子，你嘛应该看我妈的面子啊。你连恁干爹都无顾啊，敢我会顾恁干妈？嘉文，咱来走。明子，安怎？我拄只表现袂歹吼？真好，比我所想的好真多啊，有判断力，而且像你这样稳重、搁理性的查某囡仔，已经真少啊。东风嘉文是天公伯啊特别送给我的礼物，来弥补我失去客卿的痛苦。也毋过，嘉文伊会找我，拢是为着心来。即边，敢毋是我搁自作多情？明子，你伫想啥？明子。无啦，我拄才将你甲客卿想到阵啦。你知影无？伊较早就爱讲我是大小姐脾气，从来毋捌甲我学落过。也毋过，你竟然会讲我好。你只要做了好，我当然学落你啊。你想要啥？我请你食饭。明子，你搁咧想啥？无啥物啦。我想要问你一项代志，你敢袂用眼老实甲我讲？啥物代志？那得遮认真。你做的这一切，拢是为着星兰对无？你介意伊，对无？会当讲是啦，嘛会当讲毋是啊。我承认，我确实足欣赏星兰的，也毋过我知影。我是无可能甲伊斗阵的。恁两个敢有讲过？伊的心内只有酒欢尔，所以你问我讲，安尼做是毋是为着心难？其实是为着酒欢。当然啦，嘛是为着心难。我希望讲，因这对受尽折磨的爱人，会当得到平静的幸福。那安尼你嘞？你的心还搁伫个心难遐是无？君子有成人之美啊。我嘛毋是一个介意白卡白手、看袂开的查甫人，我当然会追求属于家己幸福啊。听你安尼讲，我着加较放心吗？放心？你放什么心啊？你甲我讲清楚啊！恭喜你吼，恢复甲真紧。那年我用个出院是医生。你遐赶紧出院要创啊？加大两工啊啦。对啦，君华，你这算是大手术嘞，这样吼多静养两天啦。哎呦，先生啊，替阮甲苦劝一下啦，拢讲唔听。这吼，我建议若是会使吼，加大两工啊。无，我感觉家己的身体已经无问题啊。阿爸，我安尼继续休困落去吼，公司代志无人处理袂用的啦。啊，我就知影，你就是为着公司的代志咧烦恼哟。即摆公司吼，大细项代志吼，拢长生咧烦恼的。哦，伊敢若变一个人咧。即摆你做工份偌认真嘞，我对伊就足放心啊嘞。对啦，恁亲爸爸就安尼讲啊，对哇，加大两工啦。妈。两工。医生啊。
你对我讲两句啊啦，拜托你啦，哈。其实哦，张先生的状况哦，要出院嘛是会使。我看呢，恁大家讨论一下，吼，啊，若是决定要出院吼，啊去柜台办理，吼，啊我无闲啊吼，啊我先走。好好好，好，谢谢啦，谢谢，多谢你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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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点，哎，你要走啊？你要走啊？慢点。我包好款，要来走啊。君华，卖急啦，身体啊，尽量好好势好势啊，安尼较好啦。恁敢无听医生咧讲，我已经出院啊！我若阁继续吼，倒在病床顶头，我真正无病会倒啊死去哦！嘿，你这个囡仔实在是，我甲你讲几遍啊，就甲咱断两工就好啊，两工就好啊。好，落死啊！每下两个爸仔惊啊！哈哈哈！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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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既然你也是决心要出院哦，我来甲你办手术。哈哈，也是亲生阿爸对我较好，歹势啊！我先打回头哦，你即摆若出院吼，爱先倒去厝内休困两三天，才会用得去上班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啊听恁罗爸爸的话。唔，恁就安尼讲哦，我敢会当安那？好啦好啦好啦，我来办出院的手续。好好好。哎呀，较细胆哩啦，你手上拜托啦。哎呦，哎，我看到咩款？哎，嘉文，礼拜天来你叫我名。较早拢叫我周铁做，袂准阿讲两个是生活两共款。哦，你遮厉害，我一点仔小心机也互你识破。对对对，对。哎，进前哦，我对你实在是伤冷淡啊，我心中向你下死嘞。哼，迄个孙美平看到你吼，其实我的心情足复杂的。哼，我了解啦，那我这习惯吼，可能比你搁较严重哦。这段时间加在有你，要若无我甲新人可能拢行袂回来。哎，莫安尼讲啦。其实我这摆来是要来甲你小事。你要转去香港？是啊。你手术成功啊，我嘛会当转去甲老夫人报告这好消息。那你就莫急要转去啊，我敲一下电话甲阮外妈讲一声就好啊。哦，顺续佫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磐石已经无法度佫甲维纳斯集团合作啊，罗氏嘛无债务危机，大卡村的计划会当顺利进行落。你也算放心吗？嘉文，多谢你。这无什么啦，我会当为你一个新人做诶，嘛只有这。也毋过，伫我离开之前，你答应我一件。什么代志？做你讲。答应我，你一定要有新人行。不管我伫倒位，我拢会永远做。你放心，我用我诶性命保证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想袂到我这么辛辛苦苦打拼几世人，到头来也是一张空。现在我是一个事业家庭都没去的人，更加想不到我一手栽培的客家到头刷来反背我，报应啦。志坚，我掌握太多志坚的秘密了，志坚应该没放我耍。在他对我下手之前，我这个满心罪恶的人一定要去做一件对的事情。内底有志坚甲苏林海氏的证据。阿姐，你哪会知影苏林是有志坚海氏？你回去听了后，你就会完全了解。新兰啊，你是一个真善良的查某囡仔，叔叔无想要看到你也受到伤害，对志坚爱足细致的。伊即摆变啊，变甲无血无目屎，真侪无人性的代志，伊拢做会出来。你得爱好好保护你家己，回去赶紧提醒恁妈妈甲伯山。阿姐，恁奈突然间来甲我讲这，恁奈有这个物件嘞？
叔过去做出真侪唔对的代志，即马报应拢来啊啦！天公伯也咧驾驶我啦，我的家庭、事业，一个拢无去啊！叔叔即马一无所有啊！阿姐，不要紧，这是叔叔家己恶有恶报啦。叔叔过去，对不起恁李家。我为着要得到恁妈妈，我做出真侪真卑鄙、真可恶的代志。叔叔不是人。阿姐，不管安怎讲，这拢是恁顶一代的恩怨。我再讲你甲阮妈的这段情，嘛纠缠二十几年。阿叔，你若是真心想要改，你也应该当面甲阮妈解释的啊。你讲了无唔对，我确实是应该去找恁妈妈当面甲请罪回去的，但是我无迄个面去见伊啊。你相信叔叔？叔叔即摆已经是彻底江湖的人啊。你替我甲恁妈妈转告，你会放心。我袂阁再出现伫恁李家的人的面头前，我嘛袂阁再做出任何伤害恁李家的人的代志。真的，你保重。林俊，我无伫台湾这几天，公司就交代予你。也过，我妈妈已经答应进行度假村的合作案，这件代志交代你处理。总裁。我替你来香港走一转，你就留在公司好啊啦。唔免啦，这是阮家的代志，我要家己处理。你把公司管得好就好。我送你去机场。唔免啦，我家己开车。公司要管的代志还阁真多，卖浪费时间。也是嘞，你的年岁已经超过公司规定的范围。先生，我以后当中我真认真，绝对袂输少年人。你若是肯用我，我一定做拍拼。拼啥子工作是真辛苦，而且需要体力的。我看你的身体那无啥好，恐惊做袂来。先生，我真需要这份工作。拜托，你若是肯用我，我绝对袂让你失望。拜托，好啦，无你先来试一礼拜看卖啊。也毋过，你若身体袂堪的，就千万毋通勉强哦。多谢，多谢。淑玲，你死了就完了，你啥要这么阿憨的？是安怎？当初我苦劝你，还搁再考虑，你啥那拢听袂入耳，最后竟然失去上宝贵的性命。淑玲，你阁这尼啊少年，你哪会去为着一个不应该害的人来死呢？这真是足无价值的，足无价值的。明仔资金无啊，我阁标着新的 case， 是要去倒调钱啊？哎，进来，你奶奶，这样。你是咧创啥？你起痟？你是咧要拍我？我是安怎要拍你？陈志坚，你摸你家己的良心，你就会知影我是安怎要拍你。你莫名其妙来，莫名其妙拍我，好啊？你甲我讲原因呐。阿姨，阿姨救我！秀玲，志坚，秀玲，志坚，你救我！秀玲，你莫阁闹好无啦？是啦，这你讲。今晚话你甲我讲，这是啥物？是啦，你误会啊！你真正误会啊！你听我讲，伫个我袂听到这录音进程，
我真是唔敢相信你就是这种人。也唔过你竟然让苏丽死在你的面头前，你竟然无爱救伊。是啦，我无啊。你听我讲，我无。苏丽伊有偌爱你，我相信你唔是唔知影。伊为着你，啥物苦，啥物委屈，伊拢会当一个人家己承担。你哪会当安尼对待伊？你凭哪会当安尼对待伊？进来，你听我讲，我真正无，唔是我。你到即摆还唔肯认错？哼，陈志杰，我总算知影你是啥物款人，我认清楚啊。进来，进来。好啦，我跟你讲啦，你讲。是苏林伊甲我讲，叫我甲伊斗阵自杀的啊！我本来想讲，伊是甲我讲耍笑的啊！伊就安眠药一粒一粒一直吃落去，我有叫伊停，我有叫伊停，我真正有甲伊讲啊，叫伊莫继续落去，伊唔听，伊唔肯听。伊不爱听，伊不爱停，哪里这是什么？伊一声一声伫咧求你，伊求你送伊去避伊。啊你呢？你将伊的电话抢走，你把手紧紧拍死在你面头前。是啦，我当初是要足惊，我惊到要死的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做才好啊！你会惊？你当然嘛会惊！你惊苏林破坏你的利益，你惊苏林破坏你所有好事，陈志杰，你一定会有报应的！进来，进来，你听我讲，进来。对啦，这个路明是唔刘立伟给你的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将刘立伟的公司抢走，伊对我不满，想要陷害我。这个案件有啥物关系？明明是你做唔对代志，为什么要讲别人唔对？是难怪，我真正无啊，真正是刘丽伟要陷害我的啦。对啦，你还记袂？当初是恁爸甲刘丽伟合作开公司啊，结果倒落去啊，现在只有恁爸来负责，刘丽伟都无代志。还有宝山，去用送去日本，结果是去乌社会收养，这你拢知影的啊。来来来，我这句话，来，我你看，这拢是我刘丽伟厨房内底偷摕出来，恁爸写给你的批。还有你写给伯山的批，拢是在伊的厨房内底坏的，拢在遐坏的啦！你讲，伊到底是什么用心？真正是刘丽伟要害我的啦！现在你都不爱相信，真正是刘丽伟要害我的啦！一个是我从细汉到顶大汉的青梅竹马，一个是阮爸爸相信恁的朋友，因是安怎要做出这么恐怖的代志？唔呐，伤害上亲上爱的人，搁要将错撒去对方的身上，敢讲人生这尼啊无法度考验？朋友、亲人，一定也是甲利益有关系，对连上基本的情义，拢荡然无存了。嗯啊，我也着知影你伫遮，有啥物代志，先我讲先讲先啦。是的啦，度假村的进度慢足多，我若无紧赶工嘛袂用的啊，所以无时间陪你啊。我无怪你，公司要紧啊。我即摆加付一点仔心力，我着当加一份实力来充实咱的未来啊。我一定要让大家知影讲，我张君华是会当予你用好的人。嗯，你无爱着相信我？唔是啦，我唔是唔相信你，也毋过你敢知影？苏林伊用尽伊的一生去爱陈志坚，也毋过到最后，伊竟然死伫陈志坚的手头。陈志坚还是苏林？你敢证据？我即马当然嘛无确实的证据，也毋过我敢讲，就算讲陈志坚无亲手杀死苏林，苏林嘛是去互逼死的。每一个人的机遇，敢若天公伯人做决定。在爱情的追逐里面，有人一意再进的死胡同，最后尸骨无存。嘛是有人一旦退无不海阔天空，全身而退啊！你着讲嘉文好啊，伊着是明白爱情无法度强求的道理，最后来成全咱两个人，祝福咱两个人。恁两个有讲过啊？伊准备要回去香港啊。要等伊进前，还阁特别来甲我告示，叫咱两个人幸福。
一世人快乐。所以我感觉人生的幸甲不幸，拢是家己造成的啊。假使每一个人拢甲嘉文同款，豁达开朗来面对任何代志，那恁不管遭受到什么款的考验，或者是磨练，拢同款会当潇洒自在。我的确是安尼。来，嗯，已经坐好啦，来坐好。嗯，像你应该做的代志做了，做完了就紧转去。嗯嗯，啊你嘞？我先转啊。我先送你转来去啊，无要紧啊。哎，唔免啦，你紧将代志做好煞，我家己行就好啊。好啦好啦，我送你啦。唔免啦，我唔是囡啦，我来做。嗯，加油哦。好啦。答应我，我开车回来哦。嗯。阿姨救我！阿姨救我！助理。姐姐，助理救我！助理。卖了，卖了，卖了！是啊，没人到我这玩了。只要我将一路云变毁掉，就什么代志拢无啊！石像，来啦！你想要创啥？我甲你已经无话通好讲啊！你莫阁来找我。录音笔给我。我袂给你。你留迄个录音笔嘛无用。主人会死，那是伊家己造成。就算讲你留迄个录音笔，嘛无法做电话做。嘛袂当当作证。安尼真好啊！你遐尼紧张要创啥？你会用继续逍遥法外，继续享受你的荣华富贵啊！好啊！陈志杰，你总算露出你的真面目啊！吼！用录音笔，好啊！哎，实在够赞的这个片。阿姨，阿姨救我！助理，姐姐，姐姐，你救我！助理，你卖个孬啦！你想那这样无人性？好，我们来报警。去啊！你就一定要给我毁掉是？啊？陈志杰，不是我让你毁掉。毁掉的，你跟我讲，你想要害死淑玲，讲啊！害死淑
你讲我害死淑玲，干吗？是我摕安眠药回家是？是我叫伊跟我斗阵去死的是？是我叫伊爱我是无？在你的心内，我陈志坚是这款人。哦，无要紧，无要紧，做的唔对，拢是我的啦。我不爱淑玲，是我的唔对。淑玲叫我跟伊斗阵去死，嘛是我的。今嘛淑玲真正死啊，嘛是我的唔对。我苦苦爱你遐多，嘛是我的唔对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安尼？我去，真正话，所有唔对，拢算在我遮好。对啦，对，是我，是我唔对，我无应该遐尼爱你。我讲客卿死啊，我想讲天公伯啊，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会当爱你。为着我爱，为着要配你的鬼，我一直认真打拼，我一直留在老家，为崔小姐卑躬屈膝是为着什么？你可你偏偏来跟张俊华斗，将我所有的努力都打在涂骹的。对你实在有够失望。你竟然咱才见着将客人放回去，心内有别个大波浪。要唔过失望是失望，相比还是我够足爱你，我爱你到无法度自拔。你讲，你讲，你感觉我应该安怎做？在我知影我永远得袂到你的时阵，我应该安怎做？你跟我讲，我敢来当保护我家己。所以为即马开始，我的人生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我的成功。我要用过去看我无去的人，拢对我刮目相看，跌倒来救我。以前你根本无管我的感情，今晚我要让你知影，我一定要拥有你。较紧的，较紧的啦，是难紧接电话啦。干嘛出来讲？你什么记得？你袂当出，论兵法，论兵法我。陈志坚，你较冷静下好无？那个录音笔，我已经交给警察了。你胡白讲，你无可能将录音笔交给警察。你藏在倒，将录音笔给我，录音笔给我，你藏在倒。进来，你无代志吼？张俊华，你找死！录音笔嘞，录音笔嘞，录音笔给我。哇！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你不能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啊！你不能进来。俊华，俊华，我就惊。一切拢会得到苏玲的怨恨，也阁唔甘愿消失在这世界上。想要将我拍昏倒，哼，无遐尼简单。从今以后，无论何人会当将我拍倒，永远无啊，永远无啊！Yeah.
袂用的，我无放心信兰一个人住在这，这一届家财是无代志的。要不过万一后一届迄个无良心的恶魔拿过来，要安怎？嘿，我看吼，这数据是换换的啦，啊，佫加装一个警报器啦，啊，无信兰住在这，我哪袂放心呢？秋伯，陈志坚若有甚物害信兰，你装十个警报器嘛无咧惊？我也是感觉吼，互信兰吼佮因妈妈住做伙，安尼大家嘛较安心啦。不够可恶！总裁出口就发生这款代志，那么陈志坚气急咸食啊！伊真正当作咱好欺负，新兰姐，你放心啦，我即马就带几个兄弟小甲教示一下，予伊以后唔敢计较啦。天俊啊，即马毋是陈兄斗狠的时阵啊，你莫怪你遐代志啊。燕哥，你的心情我拢了解啦，燕哥以暴制暴，绝对毋是一个好办法啦。啊？天俊啊，对华公你也无唔对，你唔通较冲动。好啦好啦，来来，阿姐阿姐。哇，这少年人安尼扛袂着，都安尼，哦，拼拼叫的啊，我都，是我是感觉讲哦，互伊转去住你啊，嘛是好啦，较放心啦。但是这个陈志坚这个唔正囝吼，嘛袂用安尼就放伊煞。啊，不过可惜呢，这上界重要的录音带，叫伊抢倒转去啊，啊，若无就用个用法律来个制裁啊。就准讲无录音笔，咱共阮有法度甲定罪啊。陈志坚强入民宅，恐吓、伤害，这是事实啊。新兰，我看无来报警。安尼唔好啦，假使来去报警，还阁写笔录，啊，你一届阁一届做笔录，是毋是会予新兰受到更加多的刺激？我知影，若是安尼做，会予新兰阁遭受一遍的痛苦。要唔过，咱若是无安尼做，会予你陈志坚逍遥法外。妈，我一定要出面告陈志坚，我袂用让苏玲会死，死到遐尔不明不白。伊是我一世人上好的朋友，所以我一定要出面做证，一定袂。你真勇敢，我陪你到你来。我知影，应该是银行的人，叫伊起来。请问你是？请问你是陈志坚先生是无？是啊，我是陈志坚，有啥物代志？有人控告你，讲你非法侵入民宅，妨害自由，麻烦你来跟我们警察局做一下说明。我是磐石建设的董事长呢，您误会哦。听，好啊。我来这工作已经几廿天啊，哪会拢无看到碧山？李伯，这已经有够清气啊，你会使先回去找休困一下。我遐窗仔搁擦擦就好。做啊！天俊安怎？新兰姐这么安怎哈？你无代志啦，哦，强要气死！总裁才去香港无几工，尔就发生这款代志。哎呦，伊若转来，我是要哪甲伊交代啦？原来撇山去香港，无怪我看袂到伊。遐不过，新兰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是安怎伊若反应这么大？哼！你嘛安尼嘛，根本无人想会到陈志坚会走去找新兰姐。因为我家俊华哥及时赶到伊，所以无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，安尼就好啊。哼，那不是俊华跟阿姆阻止我驾驶迄个僵尸哦，我真正想要将陈志杰给抬死。天俊，你唔通安尼好无啦？你安尼吼，大家感觉生活足烦的。好啦，我知影啦。我今晚要去接新兰姐，阿姆要带新兰回去住。安尼嘛好啦，大家会当互相照顾。哎呀啦！我袂记得整理新娘姐房间，啊，这即马阁走袂开，卡要安怎？我会用个大三角。保姆新娘姐，你回来啊！多谢你，我今日煮几道好菜呢？李俊呢？啊，
田俊公伊外口有代志爱处理，伊不爱转来吃饭啊啦。哦，新兰姐，你来这看麦，我家煮的菜都是你上爱吃的哦。怡娟，阮吼凊彩食食的就好啊，你哪能煮个遐辛苦？这袂用的呢，可是我若对你无好，你会甲无善斗，安尼我就害了了。如果像我即马是老骨病，实在是无迄个面甲你相认，心内原谅爸爸无路用，无法度踮在你的身躯边照顾你到大汉。刘叔，也是你哦，你透早来公园创啥物？做运动哦？无啦，啊你咧？你透早要做？去上班啊？上班哦？嗯。啊，你也开始上班啦？我即马咧学习要安怎独立，我即马才知影，较早的我是一朵温室里的花朵，头遐尼侪珠。根本就无路用啊！也毋是同款，互骗到戆戆说。所以我即马决定要为基层做起，来去阮爸爸的公司好好磨练一下。明子啊，你真正是大人哦，愈来愈捌代志。无啦，经过遐尼侪代志，我才知影，人就是爱伫失败内底学着经验。若毋是我差一点仔互准子健骗去，我阁毋知影我真是有遐尼啊天真呢。谢谢啦，刘叔，我不是超工要去讲着志谦，我只是去让伊骗到公公司。养猪不教父之过，我替志谦给你回一个。唔免啦，刘叔。其实我只是感觉有一点仔艰苦。一开始我阁就是讲，唔是我变水啊，就是因为我变巧啊，所以志谦才改变伊的态度来追求我。想袂到伊会安尼，就是为着我的钱。孙都煞，代志拢过去啊，就莫阁讲啊。反正我嘛无损失啥物物件。是你善良，心肝好，所以无甲伊计较。嘛毋是啦，做人拢是爱向前看嘛。这个世界上，谁袂做毋对？亲像我，也毋是共款，较早做毋对遐尼侪代志。若是每一个人拢要甲我计较，那安尼我毋就气了了啊。人上重要啊，就是爱尽力去补救，毋通阁再犯共款的错误啊。你真乐观，安尼真好。要若无是要安怎？试看嘛要去改变，总比坐咧等死搁较好。试看嘛去改变，总比坐咧等死较好。对啊，真是去做吼，搁真趣味哦。亲像我即马做一个小助理，我才发现哦，连泡茶嘛是足深的学问哦。所以哦，我就一直去研究。想袂到哦，即摆连迄个上爱啉茶的周佳文，嘛感觉我泡茶好啉哦。试看卖去改变，总比坐咧等死较好。确实是无唔对咧。嗯？明子，多谢你，你予我雄雄想通一件代志。哦，敢有？多谢你，明子。免客气啦，刘叔。啊，对啦。我上班得要袂烦呢，刘叔。进去，进去。歹势吼，无就先来去啊。进去。刘叔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从即马开始，我要改变我家己，把迄个行唔对路的刘丽伟找回来，把较早迄个单纯、肯打拼、对建筑有满百热情的刘丽伟找倒回来，伫倒位跋倒。就为倒伊爬起来，我阁有气力，脚踏实地，就算是为做工的人做起，我相信总有一天，我会当阁重新站起来，以全新的刘丽伟面对阿芬，面对我家己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一世人袂当将。
你嘛行行紧嘞，啊，别人行四五撮，你两撮行袂好势。要甲你讲过啊，你若转去啊，你办公室啊，随你领去，记得迅速派头啦，莫工地啊，找我家己麻烦啦。是嘞啦，我会尽量做较紧嘞。大弟啊，像你安尼哦，工地也无闲我，才有鬼。钱哦！林贤，我对不起你。你若想要跑，做你甲我跑，死不要紧。林贤，过去是我唔对，请你原谅我。原谅你？你讲得真轻松。凊彩三下子就想要共我，甲阮一家伙仔这十几年来所受的苦，拢一笔勾销去。我知影是我无应该，我伤过自私，我来做出伤天害理的代志。但是我即摆嘛无通外好过，我已经得到报应啊！明贤，我诚心诚意向你忏悔。你即摆忏悔有啥路用？我的一生，我的家庭都毁掉了。明贤，明贤，明贤啊，明贤啊！对啦，我即摆无能力带你去病院，但是我带你来个所在，是你查某囝信兰伊住个所在。你若是甲信兰承认了，伊就会照顾你，安尼我就会较放心啊。明贤，是你啦。先生，伊即摆状况安怎？病人的状况目前无真好，身体非常的虚弱，对啊，可能有患着糖病。糖病哦，啊是啥物糖病？无详细检查嘛未讲真了解吼。你是不是家属？是不是咧提供伊的病历，我伊可以做翻更加详细检查？我尽量吧，吼。多谢。你清醒。这是什么所在？我哪在这？啊，你都唔知安怎样啊？去混到底我处理啦，我怎甲你送对病院来呢？是你送我来啊？嘿啦。啊，想是毋是有需要甲你处理的人联络一下啦？我家己知影，我剩的时间已经无偌长啊。啊，我无想要拖累因，无我伫咧，因嘛拢过了真好。啊，阿叔，你厝的人看你的身体状况无啦？唉。这人吼，当在讲缘分，缘分啦，吼。
啊，会做咱的亲人啦，是讲伊的囝儿是啥，这拢是甲你有一个缘啦。啊，总是嘛希望讲我若辛苦病痛时，看有囡仔是啥在边啊陪伴无哩。但是当时啊吼，嘛无法度照咱的意啦，吼。听你安尼讲，你敢若感慨真深嘛？我是安尼啦，我一寡事事吼，啊，拢伫国外咧读册啦，拍拼事业啦，哈，啊，讲要啥物光宗耀祖，下摆才要接我去享受啦。其实有当时啊，咱嘛毋是要要求啥物光宗耀祖啦，咱嘛不过讲哦，哎，当咱有人陪人后，安尼就袂歹啊啦，吼。我真特别安尼想，就纯粹讲啊，一家伙有团聚的时阵，这相处的时间无偌久，因为承受生离死别的痛苦，安尼我甘愿选择啊，偷偷咪踮迄边啊看因一下，我都心满意足啊。一人有一人的立场甲想法啦吼，看你安怎决定，这我尊重你啊。但过我是感觉讲你即阵上好是哦，踮病院好好啊调养，医生会甲你照顾啦。多谢。我来买些物件，通互你食，吼。多谢，太谢。我也是离开较好啦。一部分。董事长，王警官来啊！海叔，叫恁开会。王警官，这问什么代志？真抱歉，代志已经有了变。发生什么代志？代志就是伊做的啊，会当有啥物变化？小娜啊，你先莫着急啦，先听王警官看伊安怎讲。陈志杰毋知去倒位找来遐尔啊高明的律师，变辩称讲死者精神无正常，为着爱无惜动机已尽，无可能啊！那是伊脱出来的讲法嘛？啊！你实在是丧心病狂呢，竟然用这种借口当作伊脱出来的理由。亲啊，较振作个，天公伯啊吼，一定给大家一个公道。是嘞啦，拢怪我唔好，我无将伊录音笔藏好，啊那无就会当证明，苏玲真是去予陈志坚害死。你唔通自责啦，录音笔只是假设性个证据啊，伫法庭顶头根本就无法做证据嘛。我相信天公伯有目睭，陈志坚一定会自食恶果。嗯，亲兰啊。我有打电话去公司找你，你无代志吼？无代志啦，妈，你免烦恼。阿妈，陈志坚吼，今麦叫法官，法官有躁郁症，还佫有被害妄想症呐，所以。那会安尼啦？无安尼啦，我佫有代志，我先转来公司。啊，俊华，多谢你吼，再请佮谢你。莫想伤多啊，拜拜。拜拜。阿伯啊，你无代志吼？无代志，多谢。哎呦，迄人是啥啊？哪看面色啊面色，也不过想袂起来都看过伊。少年郎应该都是心内的男朋友，伊奈敢那会认得我啊？好佳哉，好歹伊无招来。明显，明显，
医生啊，啊，你该无留伫新娘因家啦？迄天我偏偏带你去因家门口呢。原来是新娘因家，真无简单。伊还阁会关心我是毋是有甲新娘相认。是我害恁一家伙啊分开这么侪年，那是会当。我愿意用我后半世人所有的气力来弥补我的过错，予恁一家伙啊团圆呢。看起来你真是变了。我本来还佫抓准讲，你是为着惊我骂你，才假意忏悔。想袂到，你真是真心的悔改啊！但是恐惊我即摆后悔吼，嘛是袂过啦。对你、对如月、甲你的后生查某囝，我都已经造成太大的伤害啊！我即马家己阁这么落魄，我嘛不知影要用啥物来补偿恁呢？事实就是事实，搁较侪忏悔嘛是无法做。咱人吼，嘛是爱看感情较重要啦。啊是讲，啊你先啊变啊这尔落魄，阿芬啊客气呢。我想这就是天公伯给我的报应啦。克谦，伫几年前一边爬山的时阵意外过身啊。阿芬，半个月之前跟我离婚，家己转去南部啊啦。啊，你的公司呢？你的事业不是一直拢经营了真好？我的公司，去给我收了一个客囝，和这陈世坚规个占占去啊，无啥物好通怨叹的啦。我家己做得来啦，陈志坚，新南即马搬去博山因家，好亲像就是因为受到迄个陈志坚的干扰呢。我有甲新南见过过呢，对这个陈志坚吼爱较细致的啦。陈志坚即马规个人变甲哪精神呢？搁较恶毒，搁较无理性的代志，伊拢做会出来呢。啊，新南有安怎无？发生啥物代志啊？伊刚刚是受到袂少打击。好佳哉，人无代志啦。佳哉，人无代志啦。刘伟啊，咱即马拢已经是少年人啦，啊身体甲以前嘛未比，你着莫搁再做这种粗工。啊，你若是欠所费啊，我只爱搁淡薄仔钱啦，互你退去，当去南部找阿芬啦。无啦，我家己即马做工咧趁钱，我会当照顾我家己的三顿啦。哎呦，你这是咧创啥货啦？李贤啊，我做出这么多袂当还原谅的代志，你该袂阁对我这么好啦？人生多短短数十年，咱若一直生活伫个仇恨内面，唔但是毁掉家己，阁会毁掉别人。这个世间啊，无迄个拍袂开的死结，解袂开的仇恨啊，都看咱家己是毋是愿意把所有的恩怨拢放落。如月嘛，要安尼甲我苦劝啦。林贤，恁两个阿母拢是好人，啊，我煞安尼个无阮陪去来伤害你，我实在毋是人啦。林伟啊，林伟啊，莫啦，莫啦，无代志啊。林贤啊，你是转来台湾外久啊啦？你甲如月有见着面啊无啦？爱为
无声，拢无怨嗟。